时候呢，我们等一下会由我们的游经理为大家来说明这个车子有什么特别，要怎么使用。那当然我们今天也很欢迎邀请到我们的这个最佳的男主角，我们的这个曾长勇先生哦，为我们大家来示范这个我们的轮椅升降是怎么样来进行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游经理。那现场呢，有请先帮忙一下，因为我们游经理呢有佩戴这个无线的麦克风，所以如果说您有兴趣，欢迎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听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坐在位置上也是一样可以听得到的哦。来，下面各位民众你好，我是安吉的刘经理。那我们会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新的车款的那个专车的部分。那我们会使用的是欧洲的进口的商务车来改福祉车。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的车呢？是因为呢，欧洲车的那个车体比较扎实，然后顺畅度也比较好。更重要的是，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这边哈，这边打开了以后，我们的空间非常的宽敞，所以呢，不管是民众或者是陪同者呢，空间是非常的庞大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看我后面哈。好，来，好，副市长，我为跟介绍一下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是用意大利的铝合金的那个升降设备。不用担心的，这里有。好，好。那我先跟这个交给我处理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平常呢，我们车子到了我们目的地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到那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会司机会做全程的服务，然后我们会把我们刹车解开来。Yeah.